现在来到的是赤山地下壕基，那这里是管山，是一个遗迹啊，就是海军航空队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地图，就在战争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地下壕，对不对？我这里还有一个琵琶俱乐部，还有海军炮兵学校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？就在这边。好，我现在前往地下壕。那头戴黄色安全帽，工地用的安全帽。战壕，就是以前战争的时候这边有用到。不过我觉得，一般观光客应该比较少人会想来这个地方，军事迷啊、历史迷比较会来。头上注意。其实这个好像专业人介绍，他们有专门专业人做。对，那一个就是那个地方，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的，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。那而且他们那边还有那么的什么演唱会？对，我那时候去的时候，都想装备在那边办个演唱会。这个曾经有在这边办过演唱会，你看到那个历程有没有？对就是说在这边是电话亭，然后这边就是大家坐在这边打电话好联络的时候。对，这是记者照片，这个记者照片很漂亮哦。我觉得这边可以拿来拍电影，拍电影，拍惊悚片、恐怖片很好用。那是像爸爸跟到的，以前在马祖都在走这种坑道。可是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写的？你看那个文图为什么是这样写的？这个写的很厉害哦，写的很漂亮。这个要请地理学家来解释。对，而且刚刚，啊，那个有，因为你看，就觉得这写的很漂亮。很夸张，好像是写的，而且颜色一层一层，是它那个地址都不一样啊。这个就是沿途的那个。先拍到这边。